从现在起，本届国家队就地解散。葛的保供可以亏，高层的共识是，过去两年，我们的工作室失败的。他带大炮，是怎么胡扯？您承诺两年拿下四维四零杯，现在您该何去何从呢？咱们这代人啊。 注定是炮灰。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对球队的管理问题？临阵换将的兵家大忌，太草率了。对有人投诉你用人问题那事儿有什么回应吗？历次比赛，主力是怎么确定的？出国比赛的名单有没有公示？不会是您赛前计划的没有吧？ 只要乒乓整盘棋能盘活，哪个则都不重要。Showing weak Chines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is sport. 中国乒乓还能打败欧洲吗？中国球员还能战胜瓦尔德内尔吗？中国队还能登上世界的巅峰吗？你们相信吗？怎么都让我再拼一次。